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南机场夜市的金银财宝，这是这一摊正面的样子。好，那有粉丝很推荐说他们东西很好吃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好，算蛮平价的啊。哎，老板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好，那粉丝很推荐说您的冻感辣皮蛋，不知道您哎，这个内容物是？就是皮蛋，然后还有一些我自己调料的。哎，是。对，然后因为他答应是这个口味是我自己调的。哎，是。那我自己觉得答应是卷真的非常好吃。嗯哼，它应该是会有点那个花椒的成分啊、哦。我的辣没有花椒，花椒那个辣椒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哦，是。对，就比较纯的辣椒。哦，好，那我就点一份吃吃看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油蛮干净的啊。哦，这一份是别人的啊、哦。对，他们点起司，炼乳、uh-huh ，这个也很推荐。Uh-huh. 喜欢吃甜的话，这个。Uh-huh. 好，所以是这个银丝卷的创意料理。对，没错。加入满满的炼乳啊、哦！好，现在就炸得香酥酥脆啊！对，好，我们像棺材板那样。那就叫这个老板特调的椒麻皮蛋。啊，一份才60块娘娘啦哦。我们先铺一层，然后等下装进去还要再放。因为让它料掉下去，可以掉在盒子里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它皮蛋比较那个，所以可以要求铺两层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可以，没有，我都会给蛮多量的。觉得蛮费工的，对啊，因为每个都是这样现做现包，所以料也是要每天现做。这样，对，因为这种东西又不能放。哎，对。好，那现在马上开箱看看啊。好，现在就试试看，蛮特别的啊。蛮好奇它上面料，哦，蛮烫的啊。嗯，感觉好像是有加这个朝天椒的感觉啊。嗯，还蛮特别的啊。蛮特别的一个小点心啊。嗯，好吃。啊，蛮有创意的感觉。好，香酥的银丝卷，然后配上这个椒麻皮蛋碎啊，那它里面应该是朝天椒啊，那吃起来很开胃，然后又有这个皮蛋的浓郁感。嗯，好，热腾腾，热腾腾的，那我觉得蛮好吃的。
好，口感还蛮不错的哦，好，蛮推荐各位朋友来试试看的，蛮好吃的哦，好，很用心的小点心，好，赞。好，那个人觉得是满分的，蛮好吃的哦，好，各位朋友可以来试试看，那但是一个一个做要等啊，哦，好，那这个冻感辣皮蛋蛮不错的啊，哦，那我想要再试试看那个台湾热狗堡，哎，好，可以看它油很干净啊。这个热狗蛮大只的啊，好，这有点热狗堡的感觉，大概加上黄芥末酱，对，好，当当当，第二回合，好，那就接着吃。哦，那就是这个热狗堡，然后直接下面变成银丝卷的感觉。好，那现在就吃吃看啊。好，这样子也才120块，娘娘啦啊。哦，这个好吃，热腾腾热腾腾哦，有这个中西结合的感觉啊，哦，然后这个黄芥末酱跟番茄酱很搭，嗯，好，哦，是这个南机场现在最新流行的小点心啊，赞，哦，蛮不错的哦。老板说这个有让学生吃饱的概念啊，哦，吃饱就吃巧了，这样赞。好，那个人觉得是蛮推荐的哦，可以来尝尝看，蛮不错的哦。好，所以我觉得都是满分，那当然就要看个人的想法啊，哦。好，那个人觉得蛮赞的啊，哦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算是很新颖的创意料理。好，那紧接着就来到对面这个非常美味的巴基斯坦料理啊。哦，好，老板娘你好，那我想要一个牛肉跟鸡肉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吃辣吗？哎，吃辣。好，大中小。哎，小辣好了，谢谢。好，非常正宗又道地哦，铜板价的异国美食哦，超高 CP 值哦，牛羊鸡肉甜的咸的都有哦，非常正宗又道地哦，印度咖喱甩饼啊，美女，我在卖印度咖喱甩饼的。等一下，谢谢你，不好意思，好吃又正宗哦，印度咖喱甩饼哦，好，谢谢你。美女，你要吃什么呢？哦，这帅，这是我老公的同乡，我老公没来。哦哦，这样哦。CP 值超高哦，三兄弟就整个香味都出来，真的是气势，我现在帮客人做气势力， OK， 会堪吸哦，会拉丝哦，哦，有看到拉丝，对，美女，气质好了，你看看要干什么？客人家气质啊，粉丝看到了。哦，感谢感谢。订阅啊，老板巧克力好了吗？今天买。巧克力好了，三十五。今天买一个。你买啊，买几种？这
然后这个是鸡肉咖喱。好，那这一家小吃店在南京夜市也非常知名啊，等一下就尝尝看啊。好，那现在就开箱，谢谢啊。好，那满满的都是人，然后这个黑色衣服的帅哥是我的粉丝呢，就感谢你的支持啊，说已经看了很多年了，感谢啊，干虾啦。啊，当当当，第二回合啊，那现在试试看这个对面超有名的巴基斯坦料理啊，然后老板娘非常的亲切啊，然后也感谢粉丝的支持啊，都虾。然后这饼皮就是干烙的哦，然后有这个鸡肉跟生菜，然后感觉有一点带点咖喱香，好吃。哦，算是这个比较少见的台北街头美食，然后可是又很道地啊。哦，两家一起吃起来，哦，赞。而且它这个蛮适合女性朋友的，吃起来很清爽，然后又有蛮多生菜的，然后它的味道又很香。而且有很 juicy 的感觉，赞。好，那在这个第二个饼啊，是牛肉饼。啊，牛肉有充满这个牛肉的香气啊，但是个人觉得鸡肉的味道我会比较喜欢啊。然后这鸡肉真的很香，鸡肉咖喱吧啊。啊，那都是满分啊哦，这个很少见的巴基斯坦料理就相当的推荐啊。还有刚刚前面这个金银财宝宴赞啊，啊，就等各位来品尝。今天吃这两家就已经吃得饱饱饱饱饱啊，赞。然后它里面状态一样是这个干烙的烙饼，然后加上甚至还有这个加上特殊香料拌炒过的牛肉，吃起来香喷喷香喷喷的好，真的很赞，然后非常有饱足感，哦，满满的配料哦，吃到赚到。好，以上就吃这两家就吃的饱饱饱饱饱哦，真的是金银财宝哦，好，两家都超赞啊，但是个人比较喜欢鸡肉咖喱啊，好吃啦。好，那生意真的蛮好的，那再来就逛一下下夜市，今天就逛的时间短一点了。哦，这个排骨看起来蛮赞的哦，好，下次来试试看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晚上热闹的南机场夜市。感觉好像有的店家没有开啊。这家生意依旧是那么的好，是要等蛮久的啊。
我们进来的，就是这两家跟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就是平日的南机场夜市啊。哦，这家潜水机大排队，可以注意一下啊。新开一个两斤啊，他们的蛋挞很好吃。好，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啊。好，这个两斤的蛋挞都很美味啊。好，这个是新开的店铺嘛，哦。嗯，好，谢谢，哎 ，OK， 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